老母狗一觉醒来，想想这一对事情非常坎坷，卧下来想了想，看着来周红的孩子，一股怒火涌上心头。他准备让小狗吃完奶之后找苏连红报仇，要问问这苏连红这一段时间也哪去了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生个孩子没人陪，吃得好睡不香，狗窝里面还冰凉。躺这会儿想想这十几天来非常坎坷，委屈的泪水流了出来，犯了个事让小狗吃完奶之后要找苏连红问问他，他还管不管这些孩子。这母狗一旦发起飙来，那比谁都狠。我家的母狗虽然是一只很忠心服从性好的犬种，这段时间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，眼神中带有杀气，看着母狗的意思是要下定决心不留退路，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，他要把小狗啊喂好喂足，今天一天都不会回来。洗完脸来吃早餐，今天的早餐是肉汤加方便面还有火腿肠，这些食物吃完之后力量倍增，秒杀来周红几条街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来周红没有见到，遇到了品狗红石。遇到红石，老母狗的怒火消了一大半，这也别找来周红了，今天就跟红石玩会儿吧。这个月子里每天一份惦念相思缠绕在心间，老母狗一遍一遍地回忆从前，有一种爱无缘相伴，好久不见特别想念，不敢打扰不能纠缠。老母狗用心爱着红石，再也舍不得从心里忘记，跟红石玩了一天怒火全消。本来今天是找来周红报仇的，没想到能够跟红石相遇也算是一种美好。走啊走啊回家呀。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6点半，老母狗饿得也不轻，见啥吃啥，吃啥倍儿香。这母狗跑了一天，今天是真的饿了，多天的烦恼今天烟消云散，历时多天的烦恼，老母狗今天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